自己的生活过得越简单越单纯，就会越来越平静。无奈祸从天降，傅天颖一号在永和骑着机车，没想到对向车却突然左转，让他车倒人噎倒，结果右脚扭到，左腿挫伤得缝针，大腿那长长的疤痕预计要一个月才能完全康复。各位可以超越我对吗？是。他久没现身荧光幕，但直销事业稳定，前阵子还努力控制饮食加运动，173公分的他一个月就从70公斤瘦到66公斤，眼看距离目标只剩9公斤，却发生这场意外，偶尔还要撑着腰痛去上班，减肥计划只好暂时中断。不过他洽谈的连续剧是在秋冬开拍，应该不会受到影响，只是因为必须去中国待1到2个月，他放不下妈妈跟儿子，也不想耽误原本的工作，还在思考中。娱乐动新闻早日康复报道。